我今天来到这里，我就是想要找到我老婆，告诉她我不会和她离婚，我不会抛弃她。老婆不见了是吧？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很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不用打，不用自责，主席上，来正好。这现在找不着了，我很想找到妈妈了，妈妈，我都没脸回家给他们说孩子。心情平复一下啊。他离家多久了？离家已经大半年了。你说他这个样子怎么去打工啊？之前他都不敢出门。找工作人家都说他在拿的身份证是假的，你身份证是 十几岁二十来岁，你一张脸七八十岁，他二十九八十岁的面孔，这后面是你老婆吗？这是我老婆结婚之前十九岁那年，这是我老婆生病以后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毁了容还是什么？我老婆得了这个世界上最罕见的这个皮肤松弛症。我真的害怕她如果在外面找不到工作，没吃的没喝的，对生活非常绝望的时候，就想不开。在这干啥呀？我们又没做见不得人的事，你在这干嘛呀？啊？我们回家吧。不要来找我了，不是我与你没关系。求求你了，咱回家吧，别再折腾了，怎么办？啊？就算你不为了我，你为了两个孩子怎么办？我不能再拖累你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没有你两个孩子咋过？你现在的孙子都没钱伺候了，你能不能再找一个好的过下去？像我这样的女人，都不敢跟人一起出门，出了门你都被人家指指点点。孩子，我抱着孩子，人家都说我是孩子奶奶，都说我是你的妈妈，天天一个家，我家不像家，我这个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，我天天。咋可能跟你一起天天出出呀？孩子在他童年年年他抬头都抬不起头来。吃不下木头，过不下家贫，你长得再赖，你长得再难看，你要是孩子他妈，这是永远都改变不了的事实。都是咱家再穷，咱家再苦，咱只要把两个孩子能养大。二十年了，三十年了。如果我今天死的话，咱俩都我都得一辈子了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你还不知道我是咋想的吗？你为啥要折磨我？一直在要，为啥要再折磨我？我只想看着你跟孩子好好的，死不成了，你知道没？